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77面，477面第一行经文，看起。何以故？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心，所有善根智行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这一段黄念老的解释是右，这就是右面的这一两行半的经文，表祝福赞叹之本因啊，也就是说祝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的意义在哪里。这个里头第一是帮助大众兴起信愿，第二个小段是帮助大众啊，证得正果啊。经文意思很明显，念老的注解非常精彩。盖于众生闻名生信，发愿求生，悉证无上菩提。这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净土，确确实实是难信之法，听的人多，信的人少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古时候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。我们知道在全世界许多族群当中，最懂得教育是中国人。中国古人在千万年前就懂得啊，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。那个时候没有文字，文字的发明是在皇帝那个时代啊，到现在呢才只有4500年，5000年的文化要靠考古才能发现。啊，古印度婆罗门他们传说至少有13000年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
法缘绝对不会少于印度。啊，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。啊，孔子生在春秋时代，孟子晚一点，要晚一百年，生在战国。夫子说得非常好，他老人家一生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啊，述是叙述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孔子一生没有创造发明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老人家一生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古人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他说的是老实话，啊，信而好古，这个了不起啊，信心啊。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深信不疑，全盘接受，这种修学的态度非常难得。事出事法都要靠这样的态度，才能真正得到。啊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古人的传统。古人的传统是什么呢？是自信。啊，佛家讲自信，中国传统也讲自信。人心本善。啊，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。啊，大学里头第一句话是明明德，亲民止于至善，这都是讲的自信，都是讲的心德。啊，心德是究竟圆满的。不能在上面加一点，也不能将它缺一点。啊，它就是那么样的圆满。佛所证的称为大般涅槃。啊，称之为大圆满。啊，在中国虽然没有像佛经那么明显的字样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意思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自信是一个，没有离魔他。啊，所以大乘经教上说，离体只有一个，现象无量的差别，无量无边差别的现象共同一个离体。啊，而且告诉我们，性相是一，性相不二。啊，印度人求学，中国人求学，都是以悟入自信为终极的目标。啊，这跟外国人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确实同中有异，设法界就不一样。
一中有同，虽然有十法界一真庄严不同，但是一个自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尊重圣贤，就是尊重自性。啊，凡是从自性所流露的，那就是实相。大乘经上讲，诸法实相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儿童多留意叫悟性，啊，悟性在佛法里面讲叫做觉性，啊，悟性高，我们就知道他烦恼少，杂念少，哎，心清净，啊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悟性，就是觉性。啊，妄念多，欲望多，啊，烦恼多，他悟性就差一点，啊，被这些东西障碍了，被这些东西扰乱了，啊，虽然障碍，虽然扰乱，但是并没有失掉，啊，像一瓶水，一盆水，浑浊了，啊，搅动了。它还是一盆水啊，等一段时间它自己会定的，脏的东西会沉淀下去了啊，动向慢慢它就静止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古印度人特别重视禅定，这道理就明白了啊，中国人虽然不讲禅定，他也说定。啊，也讲静定。啊，他讲这些东西。啊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。这跟古印度，跟佛法所说的，完全相同。智慧不是从外面得来的，自心本具的。啊，知识是从外面学来的，智慧不是。啊，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。啊，智慧能明心见性。啊，知识呢？知识是一种障碍，在佛法叫所知障。啊，知识不是说不好，不是说不要它，佛法也要它，也要用它。什么时候？开悟之后。啊，开悟这叫根本知，悟后起修啊。根本知得到之后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。在文殊菩萨会上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根本智现前。根本智是什么？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般若经上讲得很好，般若无知啊，无知就是根本智。他在不动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本自具足是根本知。
啊，不起作用的时候，它里头一法不离；起作用的时候，一法不舍。圆满的智慧现前了啊！所以善财开悟之后，文殊菩萨叫他去参学，叫五十三参。五十三参是后得知，我们今天讲的知识，你不接触不知道，一接触就明了。啊，五十三参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宇宙的知识。你看里面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出家在家。啊，五十三参里头出家的这五个人，绝大多数在家。你一接触全明了了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但是先要求无知，然后你才能无所不知。如果有知，这就是所知障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你就有所不知啊，你知道的很有限，你不知道的太多了。啊，跟中国跟印度求学的方法了，迥然不同啊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的。所以净宗这个法门，实宗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啊，要众生闻名生信，发愿求生，悉证无上菩提，就是成佛。这个法门，成佛之道啊，一生当中成就啊，能信能愿，真正肯干，大佛的人呐、啊，啊，世出世间没有人能比这个佛报更大，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们遇到了，遇到是缘由了。啊，能不能信，能不能解，这属于善根。啊，有善根的人接触到能信能解，有福德的人见到了的时候能行能证。啊，所以小本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我们的善根福德有问题，因缘是具足了，遇到了的人生，闻到大乘，闻到华严，闻到净土，特别是遇到这个慧济本，啊，具足当中的具足。啊，可是我们是不是真信呢？没有。是不是真理解了呢？没有。真理解决定真信。还没有真信，就说明我们对他理解不够。第二个话，当年张家大师教我的，就是佛法知难行易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49年了，知难啊，行一念之间，念头一转就开悟了，这行多简单啊！放下执着，对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，就成阿罗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如果再能放下分别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啊，真正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看这多简单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表演给我们看，他所表演的是个知识分子，他的身份。好学，广学道文。啊，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不过这个生活学不到东西，学了要真干啊，真干就是肯吃苦啊，欢喜受苦啊，真能放下了，这叫真干啊。好学而不真干，那不是实学啊，不是一个老老实实啊实实在在的学问，不是的。他所学的东西很脆弱，为什么呢？敌不过诱惑啊，遇到古人讲的高明重利，他就被诱惑了，他就把持不住了，所以他不是实学啊。实学什么？实学要真正肯吃苦，你就真放下了，那个学问实在，什么境界现在面前都能不动心呐！啊，为什么？他看破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你请他做大梵天王，啊，高明厚利，他不要，假的，六道是假的。啊，你请他去做摩西首罗天王。啊，大千世界之主，国主，他也不要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这就是知难行易。啊，真了解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真了解了，哪有会贪念，会动这种念头？没有了。所以这心呢，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自信，就是性体，就是心德。那只有这个东西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啊，清净平等觉里头，它没有现象。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但是它能生万法。啊，它能现这三种现象，虽现这三种现象，它又不着这三种现象。啊，不着到干干净净，为什么呢？在所有现象里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真干净啊！啊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，还起心动念。啊，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，但是。他不分别，他不执着，啊，六道凡夫不行啊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一起来，啊，这样的学习永远超越不了六道轮回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84000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能帮助你超越六道。啊，只有净土。所以净土殊胜，净土特别。
啊，净土叫待业往生，但是它有条件。最终的一念，最后的一念是清净的。平常不清净没有关系，最后那一念，往生那一念是清净的。那是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才能往生。这招难啊，不简单。啊，所以一念清净，一念佛，心净则国土净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阿弥陀佛，方法太高明了，太殊胜了。啊，你最后一念肯定有念，你不能无念。起心动念有，起心动念起什么心呢？阿弥陀佛，动什么念呢？阿弥陀佛。我就这一招就了不起了啊！这是阿弥陀佛跟其他一切诸佛不一样的地方，就用名号来接引啊。这个名号呢，了不起啊！名号是自己的心得啊。用这个名号的意思，翻成中意思：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什么意思？无量就，无量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无量就是我们的自体自信，它跟这个相应的啊，是不是阿弥陀佛这个人来接引我？不是，是我们自信，他用自信信德做名号，用这个名号来把我们的信德引起来。最后一念，只要那一念，那一念的时间很短。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其中的一念。啊，最后的一念确确实实是佛。啊，平常念到这种功夫成熟的时候，临命终时，你会看到阿弥陀佛的接引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跟大家告别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前，你只要遇到，你就有这个缘分。只要肯信，只要能解。啊，真正发心菩提心，后面会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啊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欧耶大师讲的，我真正想生极乐世界，真正想亲近阿弥陀佛，我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所以在前面这个三句把这一段经文的要义全说出来了。啊，盖于众生闻名圣心，发愿求生，悉证无上菩提。这是经中的重要啊。会疏曰，是则第18愿成就。一步终归为在于死啊！这段经文就是经中的宗旨，就是经中的归宿，就是经中的圆满成就啊！所以这后为什么这提出一个问话？所以48愿呢？皆殊胜，以念佛往生为最要。48愿是助愿，第18愿是正数。
啊，没有其他的四十七愿，这一愿也不能建立。啊，四十七愿就是帮助第十八愿建立念佛往生净土。虽夜夜成就艰难事，这个夜夜就是其他的四十七愿，每一愿的成就都不可思议，而此成就为不共，第十八愿十年必成，故诸佛赞叹了。这个方法引导众生啊，引导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提供一个最好的修学道场，这个太难得了啊！我们凡夫成就之难，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修学场所啊，对于上上根人那个无所谓，他们有智慧有定力，能忍受什么样的境界，对他来讲都是好境界，但是这种根性人太少太少了。中下根性的人要没有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不行啊。他会退转，他会堕落，甚至于会造罪业。啊，他把持不住啊。啊，所以弥陀建立道场不可思议，提供这个环境太难得了啊，方法呢又太巧妙了啊，真正是有善根福德因缘遇到了，遇到肯定成就啊，一生圆满成佛。所以跟诸佛不一样，不共就是不一样啊！感得诸佛赞叹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啊！佛心平等，佛心纯净纯然闻彼佛名啊，教行行正，这是日本的祖师们提出来的，言闻者，众生闻佛愿，生其本目，无有疑心，是曰闻也。这几句话了，下面就是注解。众生，特别是指六道众生呐、啊！啊，闻佛愿，愿是四十八愿，就是这个经上的第六品。啊，第六品我们也学得很详细。啊，生其本目。本末怎么讲法呢？本是佛发心，发的大愿。那如果说是疑，啊，就这个事上来讲，第十八愿是本，其他的四十七愿是末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，
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是吧，把我们自己的四十八愿引导出了什么，我们要学阿弥陀佛，要发四十八愿，念一愿我就发这一愿啊，它是本，我是末，我们的心跟佛是一个心，佛的心我们在前面学过，我也特别强调过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。真的不是假的，真的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没有两样。能不能？能，肯定能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个佛心，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啊，他能成就，我们怎么会不能成就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所以坚定的信心决定能成啊，决定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而且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方法上得到保证啊，信心的保证啊，保证我们的信心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你不生到那个地方，没有那个好的环境，那个很难啊，虽然有信心也不行啊，极乐世界非去不可，不能等待，越早越好啊，到极乐世界这才能证得究竟圆满啊，然后无论是诸常寂光是诸十报土啊，都有能力应付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。什么叫有缘？与这个法门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是有缘。信解行证具足，这是净宗上上乘当机者啊，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。决定的神啊，能信能解，不能信那就要靠什么，我们一般讲的靠他运气了，临命终时如果遇到祝愿啊，提醒他啊，帮他助念也能往生啊，如果能信能解不能行，临命终时遇不到这些助缘就不行了啊，还要继续告诉他的鬼我们用这个来看本末啊，所以这一部经就重要了。佛说一切经度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，而这一部经是普度了，什么根性都度啊，上上乘人像华严法华那些人真了不起了，他们有能力断烦恼破无明生华藏世界，有这个本事，可是到了华藏世界没圆满的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的啊，遇到文殊普贤倒归极乐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他那个习气消得快，
无受无明习气，断得快。在他方诸佛国度，十八土，时间也很久，要很长。所以，文殊普贤把这些人，华藏海会的人，通通带到极乐世界。平日真那佛不生气。 有这雅量，不是说我的人，你都全部带跑了，这算什么话呢？不会。平乐真那佛欢喜，鼓掌，好事，赶快去。这就是诸佛佛道统，一切诸佛都是希望众生早一点成佛。 要想早成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只有跟阿弥陀佛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把这一桩事情再肯定了，完全肯定了，丝毫怀疑都没有了。无有疑心呢，这叫闻呐。这个闻是菩萨三慧，闻慧。 文里头必定有思，必定有修，思是了解，明白了。修是什么呢？修决定没有疑心，一断了。从断疑来讲呢，叫修；从明了来讲呢，叫思。从一听就能相信。 就不怀疑这是文思修，一念圆满成就。闻名得福，故能生净心之心。听到这句名号，你就得福报了。那你不念这句佛号。 不听这个佛号，你没福。这都是真的，这个佛太大了，这个佛等虚空法界。为什么？这个佛报能生净心，你看这还得了？ 还有能比成佛更大的吗？没有了。成佛是什么？成佛是成就大圆满。我们平常简单的讲，圆满的智慧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你没有不知道。 成就你的德能，自信本具的净德。我们不说善德，说净德清净之德。为什么？这得不着相的。也就是说能力，没有一样东西你不会。 成就你的相好，相好就是此地讲的福报。样样都是圆满的，不是修得的，是心得，自性与本具的，所以能生净心之心。 清净心者，无疑之信心也，又无垢之净心也。这清净心里面没有夹杂疑惑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。
清净是没有染污。什么是染污？自私自利是染污，淫文利阳是染污，五欲六尘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没有，通通没有了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是染污，全没有了。所以这叫清净心啊。意念受持，他从受讲起，受者信受，受者接受。佛所说的，我明白了，我完全接受。接受就干了。接受就变成自己的，持是坚持，保持不再失掉。这叫受持。现在很多人学佛，信他有，受持他没有。他没真干。如果真干，他就真的能把世缘放下。要不要保养身体了？不要了。你要问他为什么不要？心净则故土净。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身体是心想的，他身体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呢？不管什么疾病，信心一起来的时候，病就没有了。他身体很灵，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都恢复正常，正常就是健康啊。病从哪里来的呢？贪嗔痴慢疑，从这来的。有这个东西，医学里的常讲四大不调啊。你病就来了吗？贪心重，水大就超过过分。嗔恚心重呢，这个热度就过分。不能不急，也不能过分，要恰到好处，身心就健康了。所以真正幸福的人呢，身心健康。我看到了，我跟李老师十年，我看到念佛人的身心健康，他的生活非常简单，不要人照顾，吃饭洗衣服都自己来。他那个家庭很小，只有十五平。台湾人讲平数，一平就是一张榻榻米，两张榻榻米，十五平三十个榻榻米，一个榻榻米是两个平方米。三十个榻榻米面积就六十个平方米，比我们房子小。
啊，一个人住，一个人好整理啊。啊，一个小卧房，一个储藏室，一个卧房，一个小客厅。啊，小客厅大概只有我们摄影棚这里一半大。啊，一生就住那么个小地方，不改变。自己照顾自己，到95岁才接受两个同学，啊，姐弟两个人，啊，在接受这两个同学照顾，啊，真是养给他姐姐两个，说明。念佛人身心健康，什么都用着心，心阿弥陀佛，这个难行啊！啊，信了阿弥陀佛了，还要去找医生呢，找什么好的药来补身体啊？嗯，这个就是对于家里怀疑啊，不是真心啊，真心什么都不要了啊，粗茶淡饭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。那才叫真心。那你看释迦牟尼佛从19岁就开始啊，自己照顾自己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一直到圆寂，他老人家79岁圆寂的佛菩萨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做种种实现，我们看到听到这一些文字的记载，你要能够细心去体会啊，这是我们的好样子啊，身教、言教、意教都能够体会得到。圣曼宝窟经，上就是上卷，这个经有上下两卷，曰清净心，净者性也。你看看，性它就净了。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心？没有。有几分？啊，这个净要就百分比嘛，我们有个1%-2%信心。啊，没到清净的。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那就是圆满的信心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我前两天到台湾啊，就看两个道场，看了很欢喜。啊，这两个都是念佛道场，啊，他们正在做30行愿佛事。啊，有一个道场是租借体育场办这个活动。啊，我看人数至少会有1-2万人，规模很大，做得密密麻麻。好，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。非常难得。啊，这次参观故宫博物院龙藏的展览，康熙皇帝
啊，完全用他福库里面的钱财造这一部大藏经。只有一部，手写的，写得非常工整。啊，镶上金箔，啊，这一部经听说用了几百两的黄金，啊，描在这个经文的旁边，非常庄严，就这一套国宝。知道过去帝王对于这个法宝的尊重，我们看到的敬仰啊！啊，但是这部藏经是用藏文写的，啊。这个中文的藏经，乾隆皇帝编的，跟《四库全书》同时成就的，啊，对佛教特别尊重，单独编成的就大藏经，啊，龙藏，其他的儒跟道。都后编在四库里头，只有佛教没有会在四库里头单独提出来，这特别尊重啊！啊，我们看了很感动啊。那么又看了一个刘医生，他们有一些同学在做水实验。啊，就是日本江本博士做的那一套，他们设立一个实验室，比东京那个实验室好，机器设备都非常的新颖。啊，东京的实验室我去看过两次，啊，用的机器都比较陈旧，啊，它的显微镜只有200倍。我前天去参观了。他们这个显微镜是500倍，啊，最新的，啊，实验室也比规模比他们大，设备也比他们先进，啊，有不少人很细心在那里研究，啊，江本博士实验水能看、能听、能懂得人的意思，啊。至于他能够辨别味道吗？啊，色声香味触啊！啊，来试验，希望把色声香味触统统能够测验出来。啊，看这些矿物、植物，啊，明显的见闻觉知，啊，就是精神现象，啊，证明物质跟精神分不开，要实验证明，普朗克所说的。物质的基础是心念，如果心念没有了，物质就不存在。所以普朗克说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样东西，物质从哪里？是心念造成的。啊，心念怎么造成的？他也说了，跟佛经上所说的相同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说的。他们最近发现，啊，的确先有精神后有物质，
啊，但是物质的前面还有个能量。啊，我们看了他的报告，一看就懂。为什么？跟佛家讲的阿赖耶相同。啊，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受想行识这心理现象，科学家称它为信息，是阿赖耶的转向见分，阿赖耶的见分。物质呢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能量是阿赖耶的自证分。我们用这种解释它就很好，学过佛法的人很容易懂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也就是阿赖耶的三分。啊，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。啊，三细相里面像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。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佛发现的，现在科学家发现。证明了，他们用水，也可能会用其他的物质来观察，哎，在行为意念观察，哎，给不同的意念，啊，让他接触到，让他看到、听到，新的意念给他，看他产生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实验很有价值，帮助我们信心。那我们对于经典更不会怀疑了。啊，可以通过科学实验，就是佛经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啊，无垢。这个无疑的清净心，无垢的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是心，其净性之心又不杂烦恼心，名为净心。啊，意念受持，受持信受，持是坚持，啊，意佛功德。念呢？念佛名号。啊，一念受持啊，一是想啊，想佛的本愿，48愿，想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无界的修行。啊，修什么？48愿，愿愿兑现，愿愿真做到啊！啊，第一愿果无我道，他要怎么说？三恶道是果。有果必有因啊！阿弥陀佛得用无界的时间把这因断掉，缘断掉啊！因五鬼道贪心呐。地狱道成慧，畜生道愚痴。换一句话说，把贪嗔痴拔除掉。我们一般讲讲放下，不但完全
断掉了，连习气都没有，啊，贪嗔痴的习气都没有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没有三恶道。啊，不但贪嗔痴拔掉了，连带的傲慢没有了，疑惑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，也就是一般讲的见思烦恼断尽了。花多少时间？五戒啊，彻底断干净了。他成佛，感得的这个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只有人天两道。啊，恶鬼、地狱、畜生、罗刹、修罗全没有。啊，我们想这个功德了，想着学习效法。啊，他能够断，我为什么不能断？啊，以往我们没有缘分，没闻到佛法，不知道啊。现在知道了。啊，读到大乘经典，明白了。啊，佛能这么做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我们要真干。他在前面做样子，我们在后面跟进。啊，他能成就，我们也能成就，又何况他已经把极乐世界造成功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困难，障缘太多啊！啊，他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听话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天天在他的麾下，他给我们做增上缘。我们的成就就得到保证了。所以一定要信，要接受，一定要坚持。啊，常常忆佛念佛。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上告诉我们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见佛是佛给我们加持，佛给我们安慰，我们的路没走错。啊，当来见佛那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临终时候佛来接引是现前，往生之后是当来。啊，忆佛名号啊。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念佛的方法，他是寄宿，他不用念咒。他告诉我，拿念咒念佛分心，一方面念，一方面手在动，分心。他用心，默默地记住，直记到十，
啊，他念得很慢，啊，我们在录音带里面听过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六个字，念四个字也可以，啊，四个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。念得清清楚楚，这三个清楚最重要。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注意听，要把这个注意力集中，外面杂念就不会进来。速记得清楚，我这一句佛号是十句里头的第几声，啊，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啊，十句完了就再从第一句一句到十啊，就是这样念法，一直念下去啊，不要念十一十二啊，那个反而不能实行啊，这种神念非常实行。如果初学身念有困难，念到后面就忘掉了，杂念进来了，有杂念不算，从头再来起，要用这个方法啊，那你就用分两段啊，一二三四五这五句，后面呢六七八九十要这样激发啊，再困难的话呢就三三四分三段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记啊，清清楚楚，杂念进不来啊。胡晓林他用这个方法念了四个月，很有效果啊！以前念佛总是有杂念，现在杂念没有了，真能学心了，欢喜呀！啊，胡居士跟他学，念了两三天，告诉我有效，真有效啊！以前他也是头痛，就是念头妄念太多。啊，总是念佛念不好。啊，现在用这个方法行了。啊，这印光老法师的方法，他也是给我们实现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业障重，妄念多。啊，环境诱惑力量太大，大概只有用这个方法有效。啊，用其他的方法就难了。啊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啊，胡晓林这个光碟，香港佛陀教育基金会流通。这是忆佛念佛了。下面皈依者为身心归向，一直不舍。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中年以上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。人生苦短。你靠谁呢？靠谁都靠不住，靠自己也靠不住。啊，自己没有信心，师尊告诉我们，唯有依靠佛陀，
世尊教我们依靠这个佛陀是自信佛，这个说起来很抽象。自信佛在哪里？啊，后面到底下一篇有详细说明。啊，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，那我们就依靠阿弥陀佛。这也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念念归向阿弥陀佛。啊，我这一生就一个方向，就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没去之前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读诵无量寿经就是亲近阿弥陀佛。念佛要摄心啊，念经也要摄心啊，你要不专心，你念经也有杂念啊，众生根性不一样。我们念经摄心比念佛比较容易啊，念佛就是一句佛号啊，杂念容易扰乱。可是读经一有杂念就念错了啊，所以一定啊要专心，就用读经的方法。我相信特别是知识分子很管用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确确实实他老人家度众生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，49年讲经教学啊，他不是搞一个念佛堂大家在一块共修，不是的啊，也不是一个禅堂啊大家同参，不是，他是讲堂啊，所以身心归向，一直依靠，不是。那我们依靠阿弥陀佛，真靠得住啊！啊，供养者悬赞曰：“尽采行以为供。”有所设置喂养啊，就把供养两个字分开来讲啊，敬财这一种行为这是供啊，供给啊，有所设置，这个字就是滋养，设受滋养啊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财跟行指二种供养啊，财供养指的是香花饮食汤药财物头目脑髓大地山河等等的器物啊，我们讲的是物质上的供养，精神上的供养都包括在财供养里面。第二是法供养，法是修行，如是修行以为供养啊，修行供养重要啊，佛希望我们成佛，
成佛不修行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修行两个字，意思一定搞清楚，搞明白。现在很多人误会了啊！啊，修行这个名词意思搞错了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啊，行为多啊，佛经把它用三大类就通下了。啊，第一个是身的动作，啊，身体的造作，这叫身业的行为。第二个言语，口业的行为。第三个起心动念，叫意业的行为。啊，包括分别执着。啊，犯了错误了，把错误修正过来，叫修行。修行是修正行为，啊，或者我们讲修正错误的行为。是不是诵经拜忏？不是，那是一种行之行事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些重要的开始必须要记住啊。三种行为里面最重要是意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意就是思想纯正。你的言行哪有不正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真正修行呢，思想摆在第一了。这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49年讲经说法，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思想，有个正常的理念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经论就是标准。啊，金律论三藏就是修正身口意的标准。啊，戒律是修正身的标准。啊，经典是修正心的标准。啊，就是意业的标准。啊，经论。啊，戒律是身口。啊，经论是意义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用这个标准。啊，常常读诵三藏经典，我们就能掌握到正确的标准，然后守住，决定不违反。啊，现在学佛难了，为什么呢？不尊重这个标准，认为这个标准呢是过时了，是古代的，不合乎现代科学。啊，现在人用科学做标准，不用经论。啊，科学标准很现实，对我有利的。我就去做，对我不利的我就不做。只有自己不太重视别人，啊，那标准错了，做错了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不要紧啊。因果之道啊，
是因果不饶人呐、啊。我们要不细心去审查，微迷的去关照，你造作的恶因，恶因是有意无意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都要受报啊！果报现前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人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最大的一桩大事，实在是就是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要把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些错误啊，要忏悔，要修正。啊，这真的是一生最伟大的一种事。否则的话，这一生白来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个世间，现在大概有65到70亿的人口，几个人在一生当中想到这种事情？几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么好的缘分？你要能从这边细心去观察，你才晓得自己是多么幸运啊！自己这一生多么的难得了！啊，《开经偈》上讲“百千万劫难遭遇”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彭吉清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，能不珍惜吗？能不真干吗？啊，我们所遇到的太难了，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没有了。事出是件什么样的事情，跟念佛往生比都是叫鸡毛蒜皮，都应该放下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，我们相信深信不疑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贪婪所感得的是水灾，贪心是水，嗔恚是火。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怎么来的？脾气太大了啊！愚痴是风灾，飓风、龙卷风啊，非常可怕。
傲慢是地震，愚痴更可怕。愚痴所感的大地松散，不凝固，所以山会塌下来，地会沉到海底。这是什么疑惑？坚定的信心，没有丝毫疑惑，大地坚固啊！现前许许多多的灾变，都是前所未有。所以我们想一想佛在经上常说的贪嗔痴慢疑带给我们眼前的灾变。何况我们现在天天在造业，杀盗淫妄。这还得了。无逆失恶造绝了。对于圣贤教诲，对于佛菩萨，不知道打了多少问号在里头。现在难，太难太难了。灾难能不能免呢？依照佛经上所讲的难，问题就是你信不信？肯不肯把杀盗淫妄放下，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？自己得度了，世界有救了。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，找不到第二个办法。我们在大乘经教上学习60年了，愈学信心愈足，愈学越欢喜，愈学道理越清楚越明白。身心不一样。更难得的是近代科学家为我们做了很多证明，证明佛所讲的正确的。跟科学家所发现的相应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也加强了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不再怀疑了，对这个世间没留恋了，彻底放下了。我们看下面，发供养，弥陀苏超云。清凉大师云：高起南北朝时候，大行和尚宗从念佛，以四字教招为信义二字，不离于心；称敬二字，不离于口。这四个字重要。要信，要想，常常想佛，想佛的愿，
享佛的心，享佛的慈悲，享佛的恩德，建造这样美好的道场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一生成就。这个恩德太大了，怎样报答呢？我们在那里面成佛就是报答，就是报佛恩，满他老人家的愿望。称是念，称念。敬是恭敬，不离于口啊。这四个字就是本经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。那么现在学佛，真的最难的，这四个字没做到啊。信还是相信名闻利养啊，相信眼前所得到的受用，他相信这个啊。极乐世界没看到，极乐世界经常说那么多好的，好像这是过去的，这不是现实啊。你说是未来，未来谁见到？忆佛念佛，他不是这个心，他所意念的眼前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这个不利于心啊，自私自利，不利于口。真的起心动念，开口就想到，对我有没有好处？我的利益在哪里？更甚的是起心动念，损人利己。这是今天社会文化的特征。中国古人教人舍己为人。现代社会教人从小孩就教利己损人，所以这个社会很难回头。如果人不觉悟不回头，什么方法都救不了社会，都救不了这个灾难。苏超人往生净土要须有信，千信则千生，万信则万生。信佛名字，祝佛即救，祝佛即护。可这信很难，
念佛的人很多，真的信佛的人不多。啊，信了他就真干，没有真干，他没信。啊，古人讲的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他不信呐。啊，信心真不容易。为什么不信？他对于事实真相没有了解，事实真相明白了，清楚了，信心才会升起来。啊，那这也就是说明，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，目的在哪里？第一个目的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只有让你对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搞清楚了，你的信心才会升起来。啊，有了信心，你才发愿，啊，才真想学佛，真想成菩萨成佛。啊，誓愿你才肯放下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贪念誓愿，追逐誓愿，你放不下了，那就错了。万修万人去，善导大师讲的。善导大师，阿弥陀佛再来。这话不是假的。50年前，李老师常常跟我们讲，他以台中莲社为例子，啊，台中的莲友。10000个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只有3个5个，就他老人家常说，不成比例。什么原因？你能说他不信吗？啊，他也常年平静，也能言善道。可是对誓愿没放下，所以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信，信解行证，这提一个字，一解是多，多解是一，这个信里头有解，有行有证，他当然往生。如果你有信，解行证都没有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真正对于无量寿经，对于阿弥陀佛啊，或者是阿弥陀经都行，真信，真理解。真正放下，真正发愿求生，诸佛祈求，诸佛即护。这个诸佛是谁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常常用诸佛来表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诸佛
共同赞叹的，称赞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心常忆佛，常常想佛，口常称佛，常常念佛，最好呢不间断。不用思考的事情，口都可以念佛。如果涉及到思考，你就把佛号放下，专心去处理你的事物。处理完毕之后，佛号再提起来，这都叫做净念相继。身常净佛，这叫身心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往深处看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是什么佛呢？给诸位说，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都好着恭恭敬敬阿弥陀佛，这阿弥陀佛是对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你也是阿弥陀佛，我也是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遍法界虚空界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，每一粒尘沙是阿弥陀佛。你的恭敬心呢，才圆满的诚心。你怎么会不成佛呢？你怎么会不往生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认定这个是阿弥陀佛，那个不是的，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。人人皆是啊！前面我们读过阿舍王子，听世尊的介绍。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他们听的时候很感动，心里面都在发愿，口里没说出来，都想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西方世界成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他们心里起念头，释迦牟尼佛知道，就给他们受记，给他们印证了。这个心愿好啊，一定会达到。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。佛心聚而不迷。记住法藏比丘因地上说的话，一切皆成佛。这是佛心。所以我们对一切人的恭敬，
对一切众生的恭敬，就像对阿弥陀佛恭敬一样，不能有差别。啊，恶人也是一样，恶人虽然作恶，他将来有受果报，纵然堕阿鼻地狱，将来一样。啊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啊，他还会修行，还会成佛。啊，罪业再重的人，我们不敢轻视他。我们知道，一时迷惑啊，本来是佛一时迷惑，搞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们要救这个社会，要救这个地球，一定要从稳重当中慢慢转变，不能有动乱，不能伤害众生。啊，平稳当中过渡是正确的，是最好的。啊，那什么教学。啊，用教学来解决问题。啊，过去我们的汤池做了3年的实验，成功了。人是教的好的，佛是教出来的，菩萨是教出来的，圣贤也是教出来的，无恶不作的人也是教出来的，看你怎么个教法。啊，那么今天社会问题大家知道了，今天社会教什么？今天社会最大的教育，影响力最深的、最广的教育是什么？电视、网络。啊，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比不上它。它叫什么？它叫你杀盗淫妄。啊，它演出来的是暴力色情。所以现在，全世界的人都学会了。这个事情严重啊！啊，我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想到方东美先生，曾经说过一段话，对教育部几位官员，啊，他们去访问方先生。大陆上那个时候正是在搞文化大革命，破四旧，台湾政府在搞复兴中华文化，提出这个口号没做。教育部有3位官员访问，方老师那天我在，他们问方老师用什么方法来落实。方老师说，把台湾的报纸杂志听看，电视广播统统停办。官员吓呆了， 这不行，做不到啊。老师说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它，复兴做不到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伤害的力量
太大太大了。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在变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